哪一部分？我已经把我的意见详细写下来了，等我看完以后，会给你一个整体的意见。谢谢你啊，薛主任。 在吗？哦，在办公室呢。进来。窦总，有个客人要见您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，岁数挺大的。他人呢？我让他进来，他不来，说跟您就几句话，他在大门口等着呢。您要见他吗？您要不想见，我现在就让他走。 窦总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是？怎么说呢？我既是你的客人，也是刘瑞瑞的妈妈。哦，是这样。我和那个瑞瑞挺熟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是这样，你结婚了，我们也没给你礼物。 今天特意送来的，给。这是给我的。对，瑞瑞让我给你送过来，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不，收下吧。那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这很。你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吧？ 我知道什么呀？瑞瑞现在是你弟弟赵辉的女朋友。啊？那你就是马？我叫马文玲。对。马阿姨是吧？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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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终于认出我来了。认出来，认出来，认出来。哎，是啊，在清水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还开了一个小店哈，你瞧瞧现在开这么大的店了。是啊。 这些年你发展的不错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马阿姨，要不进来坐一会儿好吗？不了不了，瑞瑞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完成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今后啊，瑞瑞少不了麻烦你妈妈，请你还得多多关照她呢。你放心吧，马阿姨。有时间跟你弟弟去家里玩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嘞，好，再见啊。慢走，慢走啊。小光，你正好在这儿。妈，你怎么又折回来了？我在家待着没意思，胡思乱想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分钟见不着辉儿，我心里老是扑扑腾腾的。行了，你别想多了啊。我也没什么事儿陪你聊会儿天吧。我跟你说，妈，我刚才碰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 妈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走，进去吧。妈，你说，算了，我不去了，都吃饭点了吧？啊。
要不这样，我去到医院看看辉儿算了。我就是不放心那个院长，我怕他老盯着辉儿。不是，我去看看他吧，你别管了，你忙吧啊。我送你吧。哎呦，两步就到了。会吗？原则性问题。我估计是你按照逻辑的惯性走了，逻辑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是逻辑围绕的核心可能是走偏了。哎呀，这几年真的是没有好好思考，业务都生疏了。幸亏你的提醒，不然这个东西要是拿出去，非闹出大笑话不可。不过啊，这个大的走向和脉络没有问题，只是局部的原则性进行调整。这篇东西不是佳作呀。局部也很关键的。啥？有什么好想法吗？有倒是有，可还没想好。等我想好了会跟你交流的。哎呀，伟昌，你也知道，关于市场的开拓，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也是才刚刚开始探索。在纸上呢，怎么都好做文章，但是我想取得最后的成功。伟昌啊，你觉得将来的前景会有我想象的那么乐观吗？肯定没有问题。我欣赏的就是这一点，敢突破，敢创新，精益求精，高瞻远瞩。我呢也是被逼出来的，谁让我坐在院长的位置上呢？伟昌啊，嗯，院里要提一个副院长，正在物色人选。啊，是吗？马总，不是我不想跟你签，可这一回啊，跟上次一样，又卡在那个姓窦的手里。张总，你这就太让我为难了。我上次就说过，你们跟窦主任打交道，你们比我方便的多，就这点事儿都搞不定。咱们以后啊，再找合作机会吧。哎，马总，你别这样啊！你看我们合作的一直都很愉快。这一次，我承认我是慢了一点。不是慢了一点点，不是有句口号吗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我跟你们耽误不起。哎呀，马总，你看这样吧，跟上次一样，如果说你出面把它拿下来，我再给你增加两个点。张总，你以为那两个点我拿得轻松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欠下的人情到现在还没还上呢。我宁愿不做这笔生意啊，也不干这事儿了，不干了。是是是，我也知道你挺为难的。这样吧，赵局长这个事儿搞定，我再让你一个点。你别不说话呀，说说你的态度啊。张总，我真不在乎这一两个点儿。但是这事儿我们得说清楚了，如果下次再把这难题提给我的话，我们以后真的就没法合作了啊。那你是同意了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努努力试试吧。好，那我就静候佳音。那我有事儿先走了。嗯，好。哎，马总，你这个仙人球得换换了，换成一盆鲜花。鲜花插在牛粪上。笑什么笑？妈，我刚才都得听懵了，真是太厉害了！特别是你刚才说那生意不做了，那可是上千万的生意呢。我心里有数，这生意要跑了。哎，妈，刚才他说让你一个点，那一个点是多少钱呢？我首先给你纠正一点啊，不是他让给我的，是我争取来的。做生意啊，得靠这个。嗯，你猜猜有多少？十万，再加个零。一百万？一百二十万。我的天哪！就刚刚那么一会儿，你争取了一百二十万。妈，你太厉害了，太佩服你了。厉害吧？嗯，走，逛街，给你买衣服去。我突然明白了，那关键人物窦兆明应该是您的朋友吧？别说，
真得把窦兆明搞定。你还不认识他呀？妈，看什么呢？你们这楼都这么高啊？那是啊。妈，坐这吧。没事，来，不影响你了。不影响。妈，我巴不得你跟我一起下班呢。我在家没什么事儿，我说过来看看，看看辉儿的工作环境怎么样。真不错哎。妈，这回应该放心了吧？你在一楼啊？瑞瑞他爸在几楼啊？啊，他在那边的八楼。哦，辉儿啊，嗯，咱们这是大大夫了啊，也懂事了，妈还想唠叨两句，行吗？行，妈，你说吧。辉儿，你和瑞瑞是这种恋爱关系，在医院里头，离院长远一点，别让人家说这说那个的，这样对你不利，对人瑞瑞也不利呀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儿子我可干不出这种事情了，再说我也不会让别人知道我跟院长没关系的。你聪明，你是谁呀？反正别没事有事的去麻烦人家院长，让人家小瞧咱。妈，这点我敢保证，我在任何地方，你儿子我都是高大的，谁也不敢看扁我。是是，那妈知道，从小咱辉儿就优秀，那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跟你可没关。喝了，妈不爱喝。妈，你说有些事情吧，我现在想都不敢想。你就说我小时候想喝一瓶汽水多难呢，你总说这还没到周末呢，你就馋了，真没出息。那会儿什么日子，那吃喝都得算计着呀。那要是今天花了5毛钱，明天只能花1毛，那一瓶汽水你们哥仨分着喝呢。不是，小时候的事儿你还都记着呢啊？当然记着了，你说哪一件事吧？你这还记得吗？记着。妈，你也记着呢？那当然了。我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说过，这些东西可不能抠下去，手心发红，与命抗争。哎，这一争，争来了一个博士，一争就争成了医生。我的话你记这么清楚啊？那当然了，妈的话就是圣旨，我哪敢忘啊。那会儿傻，什么也不懂。现在你都当大夫了，你去问问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他弄过去啊？妈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没什么，又没长到我的脸上，不碍事儿。再说了，我还要继续留着他，跟命继续抗争呢。那不行，那不好看呢。能不能有个什么办法把他弄过去？你说话。哎呀，妈，咱就不跟他较劲了，好吗？咱说点别的吧。晚上想吃啥？告诉你。排骨。这还没到下班时间呢，怎么又没人啊？我们都来好几次了，他都没在。上哪去了呢？算了吧，我明天再来吧。看来我跟这个人没有缘分，来了几次都不在。给赵叔打个电话。恭喜你，尚小姐，你怀孕了。真的？嗯。但是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了，所以前3个月对你来说特别重要，一定要注意保胎啊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哦。啊，赵主任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赵叔叔说啊，这个主任叫窦兆明，哎，跟窦兆辉只差1个字儿哈。窦兆明、窦兆光、窦兆辉，哎，妈，他会不会是兆辉的哥哥呀？想的哪那么巧啊！哎呀，要真是他们家老二的话，那我就走运了。那是老天有眼。妈，我上次让您帮我给窦兆光送的礼物，您送了没有啊？你还怕我给你贪污了呀？啊，我趁着机会啊。去观察了他，人家根本就是把你当成普通的客人，你别问。妈，我们本来就没什么，想的太多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大晚上的往外头跑，不回家呀？
怎么样？今天跟我转了大半天，有什么感想？你想问什么呀？你也蛮机灵的，也敢干。毕业以后到我这儿来干嘛？啊？啊什么？不用你马上回答，回去好好考虑考虑，完了再问问赵辉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好啊。走，回家。嗯。给大哥。大哥，又来蹭饭了啊！啊，没事，小丽也在这儿呢。玲玲，这真的？怎么了？啊？这真是真的！感谢了，你没骗我吧？啊，真的没骗我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真的要当爸爸了啊！哎，我当爸爸了！我爸爸还没拿呢，不要了！让我下来，让我下来！陪妈比陪她重要啊！我还没娶媳妇呢，就忘了娘，那你不得难过死啊妈？我才不难过呢！你别说，有的时候你到她那儿去，妈心里，哎，反正我一天见不到你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会儿，妈，儿子向你保证，坚决听妈的话，跟妈走。还有这个瑞瑞啊。他一口一个阿姨的叫，我可听不惯呢。要不然，以后让他叫我大妈。妈，这不小事一桩吗？我下次就命令他管你叫大妈啊。我那天想啊，要不然以后让瑞瑞晚上每天到咱们这来吃饭，这样你又陪了妈，又能天天见着他，好主意吧？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听妈的话，跟妈走。您在我心目当中比任何人都重要。不是，我是说让他过来吃饭每天。我想吧，你从小在咱们家过惯了，你到人家家去，我怕你不习惯，时间长了，我怕你遭罪委屈自己啊。妈，我也不想经常去他们家，毕竟他爸是我们院长，我可不想白天见到他，晚上还见他。你跟他爸不对付啊？没有。妈，妈，妈，小丽怀孕了！啊！你等会儿啊！真的？哎，小心，小心点，小心！小丽怀孕了！啊，是啊，以后我跟老三啊要有大侄子。这是真的，告诉妈。是真的吗？只不过现在还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。肯定是儿子，必须的。妈，哪让女孩妈都要？妈。以后你别有事儿干了，大哥，小丽姐，恭喜你们两个了。小丽姐，以后复查就干脆去我们医院吧，我给你介绍我们医院里面最好的医生。快去这样走你的后门了，快歇着去，快歇着。哎，瑞瑞，怎么了你？你说话呀，告诉我在哪儿呢？你现在告诉我在哪儿呢？好，你在这等我啊，我今天马上就过去，我去找你。怎么了？瑞瑞找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去了以后见到他打个电话回来啊，妈好放心，别着急啊，快走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慢着，慢着，小心，小心。
苏金山，那你在电话里装睡那么着急干嘛呀？你把我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妈、我大哥还有我嫂子他们都为你这事着急呢。不行，我得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。哎，你先别打，你别不把我的事当事儿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人生的选择呢。我这么严重？当然了，不严重我找你干嘛呀？那既然是你一生选择这么大的事儿，咱就慢慢聊吧。我提前告诉你啊，你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别那么吓唬我了。在电话里你这么一说，把我吓死了。你还选择在这个地方见我，我还以为你从这里跳下去呢。你才跳下去呢！看你满头大汗的。他不为你急的。给你看吧。哎，孩子来。走吧。别在这儿说了，找个地方慢慢聊去吧。这人那么多。行，走吧。啊。走吧。还有这儿呢，擦擦擦擦。你先去睡吧，我还得再干一会儿。石学。你怎么突然对学术研究上起心来了？还开夜车啊？局长要退了，临退之前他推荐的我，这是个机会，所以，我总得干出点成绩，有所作为才行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说呢。哎，文玲啊。嗯。我的这篇东西，将来肯定会跟你挂上钩，能让你赚大钱。不过。你的先期投资试出样品，我敢说，你绝不会赔的。行，需要用钱的地方你就跟我说，一两千万没问题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顶多一两年，我保证你会连本带利的赚回来。现在就差这个数据，魏昌也在帮我。哎，石学，嗯，以后能别对魏昌那样吗？我对伟昌怎么的？我对他挺好的。我发现你们之间已经没了30年前的那份情谊。这事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我挺犹豫的，就像当初对你一样犹豫。你知道我们家全都是医生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本来就没什么新鲜感。可是你让我去上班，我一开始我又不知道怎么接触啊。这的确是件大事，关系到你的未来发展方向。可你这么突然一说吧，我还真答不上来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再好好想想。你可不能想太久了，我妈还等着我答复呢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之内你必须答复我。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对了，我妈让你跟你说一声，你以后别管她叫阿姨了。啊？不叫阿姨叫什么呀？不会那么快就叫妈了吧？那也太快了点吧。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？你以后就叫她大妈。大妈？嗯。啊。行。少一，我又发现你优点。我是全身都是优点，你说的是哪一点？到现在才又发现一点，你的眼睛也太拙了吧。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就是个书虫，没想到你还挺小资的。今天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，可是一进门我就觉着这里适合我的口味。适合你的口味？嗯，这里有这么多东西呢，哪个适合你口味？是这个适合你口味，这个适合你口味，还是这里的环境适合你口味？你呗，特别适合我的口味。看没看着，这狼的本性又暴露了吧？嗯。到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吃人。
我就是要吃了你，你敢说不吗？窦兆辉敢说不。什么什么？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不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刚又发现了你的优点，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可爱，就像一只流氓兔。我也发现你的优点。请说。你真可恨，你要是不把我挤兑死，你不到黄河都不死心。对，我就是这样。看什么呢？任任，你往后看一眼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。怎么了？就一帅哥跟一美女隔着很远的地方坐着呗。好眼力。那你想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经常来泡吧的男人多数都是来寻找刺激的，而女人呢正好和男人相反，他们都是受了刺激的。哎，精辟呀！你这倒是提醒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可不许一个人来泡吧。送你两个字，说，霸道。我就是霸道。行，霸道，来，为了你霸道，干一个。伟昌，文林又跟我说起30年前的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借别的话题，又跟我说起30年前咱俩的合作。我分析，他肯定又想干什么，绝不会是顺口一说。你分析的有道理，在文林心中，当年的事儿他一直没忘。虽说这事儿已经过去30年了，可在我心中，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文林。既然文林说起当年的事儿，找时间跟他说说，大家都憋憋在心里，说开了对大家都好。我怎么觉得我对文林越来越陌生了呢？啊，当然了，我说的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上。其实，你我文林那件事谁也没忘，只是不愿意提起而已。就怕他忘不了这件事情，这是他心头的一块疮疤，一揭就会流血，所以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。可是他为什么老记着呢？要不然我找时间去跟他谈谈。别说，只要他不主动说这件事情，我们俩就装糊涂，这事儿你我心里有数就行了，也别太刻意。先不说这事了。对了，伟昌，咱们再说说那个数据的事儿。哎，你帮我算了没有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就算咱俩合作了。别，那是你的心血，我不能沽名钓誉。什么沽名钓誉啊？你想的也太多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院长，听我说哈。伟昌，咱俩你还瞎客气啥？起来吧，没什么事儿。从这个片子上来看，你这个地方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你去拿化验报告吧。好，谢谢。薛主任，我昨天晚上把你的意见认真的琢磨了一下，你可真是画龙点睛啊！如果要是没有你的提醒，我就会一直按着惯性错下去。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谈不上画龙点睛。你对我说话还算是客气的，只是点到为止。如果这个局部的原则性要是不调整过来，只要一进入试制阶段，花多少钱先不说，那得浪费多少时间呢？赵辉，能认识到就好。
要不然咱们俩联手，这样速度会更快。联手就不必了，不过我会全力以赴帮助。赵伟，你和瑞瑞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主任，你怎么突然转到这上面来了？我想告诉我，不是，瞒得了谁，瞒不了您呢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您和院长跟阿姨的友情，那是在纯真年代就培养起来的，牢不可破。你们三个人就是拴在一起的。哟，你们俩聊得挺热乎的。阿姨，坐，忙你的。我没事，阿姨。小林，小院长，找你。找我？出去聊会儿。现在？主任，我在这儿盯着，你和阿姨先去吧，有事我去找您。好，我们走。有时间到家里玩。阿姨，你慢走啊。哎。王玲，什么事儿还专门跑一趟？哦，世学跟我说啊，他的那个课题让我出资给他试制，说是一两年啊，连本带利我就收回了。你了解这件事情，有他说的那么乐观吗？院长说的没错，你要投亏不了。哎，你们说话犹犹豫豫的，好像没什么底气嘛。你这样我可就不敢投了。项目确实是个好项目。师姐说的没错。这个我知道，关键我今天要听你跟我说。阿玲，这事儿你回去和师姐好好商量商量。我只能说，项目有很大的前景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谈谈30年前的事儿。文丽，这才是你今天找我的真正目的。对于那件事，我一直欠你。可当时，我也是出于好心。好心。文玲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这话在我心里憋了30年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一说到这个我就激动。我想听你说说当时的情况。文玲，你我不甘心，我的儿子就这么没了，我得找他呀。不管找到找不到，我总得为我儿子做点什么吧。你还要找啊？我要找，对，要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这件事情，你别告诉世学，我不想，不想刺激你。我能理解。董事会啊。一个星期前你说要在一个星期内把新进展跟我交流，现在一个星期都过去了，怎么忘了？对不起，院长，我这个星期实在是太忙了，还没顾得上呢。不过我会抓紧的。时间不等人呐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我会马上为你疏通，马上让你进入试制阶段。谢谢院长，我会抓紧时间，然后给你一个答复。哦，对了，赵黑，你来看看，那下面是不是你二姨跟你薛主任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刚才阿姨来找薛主任了。是吗？小的小鱼宝宝，这么小的小鱼啊，乖乖。
到这儿来了？不行，我这老来怕影响不好，人家看见。快点啊，你想多了，没关系的。赶快吃吧，别凉了，这是汤。哎呦，又是这么多，妈，我吃不了。跟你说多少回了啊，你一个人吃饱了，那我孙子吃什么？行，谢谢妈。客气什么？你头天想吃什么就告诉我，我给你做完送来。不吃食堂，这没营养。妈，您可别天天送那么多东西，这是我的事儿。快去吃了吧。哎，快忙去吧，走吧。哦，那你也慢点啊。你慢着点儿，走吧。知道了吗？哎。大姐。大姐。哎呦，是你啊！上来吧，你忙吧，没事，我等着，马上车就来了。你上来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大妹子，你那天跟我说过以后，我回去想了想，我怎么觉着没这么简单？我其实挺有点担心的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这孩子要是找回来，他能认你吗？大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最近老是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我见到这个孩子，这孩子问我，他说我小的时候，最需要母亲的时候，最需要母爱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啊，成人了。失去母亲的伤口也抚平了，你倒出现了。他要是这么问我，大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回答他呢？他会这么问吗？嗯，肯定会。我对这孩子没有任何印象和记忆，只有手上那个胎记。我没养他一天，没照顾他一天，没给他一天的幸福，没给过他母爱。你说我就是面对的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我对他，我就是一个残忍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一个母亲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母亲。你是你是好妈妈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你是你是。大妹子，你看，咱们俩第一回见面的时候，你看你就叨叨叨说你这儿子，你说你要找，你给我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感觉这儿子都长在你心里头了，你可是个好妈妈，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姐，我失态了。没事的，大妹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这个事儿啊，就咱们俩聊，你跟我一个人说。你看现在没外人，你想说什么你都跟我说出来啊，别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心里舒坦啊。你知道，我还想呢，人家愿不愿给你还给你，这都是未知数啊。人家都成了亲骨肉。对呀，对呀，你把人家要回来，那不等于去挖人家心、割人家肉吗？就是找到了，他不叫你吗？其实那心也碎了，是不是？我糊涂了，那你是找还是不找啊？找，当然找。不但找，而且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哪怕我去见他一面，我这辈子也知足了。哦，大姐，事情你把我打听怎么样了？哦，你那钱我还没用上呢，你看。哦哦，那个，我就是随便一问，我绝对相信你会帮我的。是是，我一看，我等一有信，我马上就告诉你。我先给你打电话啊，你放心。好，好，好。妈，你接着说。开始吧，我让他感动的不轻，跟着他的人跑了。有一会儿我给忘了我是去干嘛去了。其实马文林这人挺好的，谁当他的儿子能享着福？这个马文林还挺能说的，差点把咱妈带沟里去了。哎妈，我觉得你这样处理挺好的。没什么破绽，还没什么不对。他下回要是再找你聊，你还这么对付他，100%没毛病。是啊，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想呢，哟，
我刚才哪句话说错了没有？别让人家看出来了，我心里还直打鼓呢。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好。行了，小明这一说，妈踏实了。那除了这些，他还说什么了？说了。他临出门的时候还说了那么一句，他说我要是能找着这个儿子吧，就是这儿子不认我，我看他一眼也行。哎，要不你们俩给妈出个主意？嗯，反正你看现在马文林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对吧？咱们要不然想个什么办法，把辉儿的身世说了算了。哎哎，妈，你不能听他们瞎忽悠，万一他们知道老三是他亲生儿子，他对你说的话肯定不会算数的。那不会，人家文化人那是说话不算话了。什么文化人不文化人？这些文化人干了多少操蛋的事儿啊！别的不说吧，就把老三扔这事儿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早抽我！你多少回来我跟你说，不让你这说话那么脏，文明点儿。怎么着，咱是个老板了，你跟小丽跟前也这么说话是不是？哎，行，我错了错了，啊，别生气。听见了？我听见了，行了吧？转眼又是一岁，霜染的鬓发难掩一年年的泪，相拥怀抱暖你的身世，这一生注定妈妈都是